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风在歌唱，唱他曾去过的地方，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晚霞般美丽的笑容。在米兰没什么好日子过。啊！我去给你找包。我把你带到你所的，把你上班嘞，搞了包了噻。我们得去玩，来玩了 discos， 还可以存个钱，哎哟。Io sono uno che rispetta gli accordi, ma l'altra volta il tuo amico ha rovinato il nostro business, per cui adesso tu mi devi 3.000 euro。per ridarti la borsa. Del mille? Mi sta implantando in giro? Dove vado a plantare? Costano dei soldi. Ho solo questi. Se non li vuoi, dammeli. Okay. I cinesi ci tenete tanto alla fraternità. Ma lui come ti tratta? L'ho appena chiamato e mi ha attaccato il telefono in faccia. Fidatevi di me, non ho tutti i soldi che volete. E cazzate che ti c'è, sono a fare le soldi. Dai, ve lo prometto, come cosa c'è l'anno. Lui è uno stupido, rasculo, che non vede nulla.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whole thing. It's me who called the police. I called the police. Hey, yo no entiendo niente. I say let him go, okay? I'm turning myself in, and I promise, I'm not gonna fight back. Just let him go.
陈耀德，你傻呀？还手啊！能换个胳膊吧，就换了。手不见了吧？瞧瞧你傻呀！爸，啊！我靠！没事吧？嗯。头上都血了，快起来。没关系吧？快点点。啊！没事。你太没良心了啊！你就想自己的东西啊！我跟你说，哎，林姐，林姐，林姐。哎，别拽我！给我喝来呀，那么小气！小二张，你堕落了！来意大利三年，竟敢跟我抢酒喝！以后别给我抢女人啊！罪恶的资本主义！把我的爱情还给我！说真的，最近客人修的怎么样？别提了，我来意大利以后啊，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认识你。照这么下去，我这在学期末不知道得挂多少科了。哎，我原来在学。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学霸，我跟你说，我也是学霸。你来意大利啊，绝对不能辜负这里的美景、美酒，尤其是女人，不然你就罪大恶极。算了吧，那是你的罪。我啊，跟你可不去相投。看不出来啊，你还是个挺专一的情种啊。哎，怎么样？还想那个女孩吗？哎，有笔和纸吗？啊！别偷看啊！这纸上都写了我们最爱人的名字。如果以后我们还能找到这个瓶子，我希望我们已经跟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
还好睡得着吗？圈，你怎么站着睡着了呀？我困死了。我们不是说好了轮流看岗的吗？你睡着那会儿，墓地出事了，谁负责呀？哎呀，我不是看着吗？这不是看着睡着了吗？ 你小心脑袋的跑到东方新城来，谁记得这是风吹日晒的呀？幸好我精神理智，不然早就被晒成暴工头了。好了，你就算晒黑了也是碧昂斯。好了，哎，我不想去了。走走走。嘿，这都1052天了。毕业后，我和娟儿进入了所有建筑学子都梦寐以求的东方新城。 软软研究生毕业后，就得到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工作机会，前途一片大好。而他依旧坐着软软号列车，穿梭在北京和温州两地，守护着他和赵世勇的爱情。娟儿呢，已经完成了从学生妹到都市名媛的华丽转身，夜夜笙歌，流连于各种高富帅之间。 展开这几年换了无数份工作，现在在一家房屋中介做经纪。毕业后，大家都没有再见过开阳。听说他因为不想接受家里安排的工作，就去了国外念书。小北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是新城的员工，那些坐办公室的就住的是公寓，我们这些跑工地的就住的是地下室。公司员工太多了，地下室又离工地近，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外面雨都停了，我们这屋里还下着呢。不行。 干嘛？把我出去！我不要住下水道，我要住大豪宅、大公寓。懂不懂梁小心玉啊？你妈怎么教你开车的？笑什么呀？我祝你的梦想能够早日成真。你是不是还没住够呢？在这儿。 其实我觉得每天住在这儿，不是一件坏事啊。你想想看，每一个学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在工地待过，就不算真正掌握了专业技能。这样的生活，才让我感觉到，我每天都在努力，离我做设计师的梦想更进一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还不是为了陈校这么一家伙。
白局长，秦太太。欢迎欢迎。这位就是白露小姐吧？哎呀，长得太漂亮了，世勇啊。哎。白叔叔呢，是工商局的局长，我们家这些年的生意啊，全靠你白叔叔帮忙的。客气客气。哎，里面坐里面坐。啊，对不起，让你等这么长时间了。没事儿，我在这儿看看月景也挺好的。我妈她……没关系了，真的。冷不冷？不冷。你冷不冷？对不起。你这个傻瓜呀，我真的没有生气，干嘛说对不起啊？没关系的，啊，真的，我肚子好饿，带我去吃饭吧，嗯，好吗？都怪我，这么晚才来接你，害你这么晚才吃饭。没事儿，只要你跟我在一块儿，怎么都行。世勇，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去北京啊？去北京创业。你想想，你大学读的金融，成绩那么好，现在就在旅游局，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跟我讲牛蛙定律，讲蘑菇管理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笑貌。你有没有想过再来一次？也许那个时候的样子，才是你最好的样子呢。世勇，软软，你看看，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廉价的商业街，旋转木马，廉价的咖啡厅，廉价的商场，你喜欢这儿吗？嗯，你不喜欢。我喜欢，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赵世勇以后就扎在这儿了，我就注定属于这个地方，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明白吗？不是，师傅，你听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实一点，软软，现实一点儿。你以为去北京有那么容易吗？啊？有多少大学生毕了业就飘在北京？好，不说什么牛蛙定律，没有牛蛙定律了，明白吗？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永远也没有了。好，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有4000块钱，每个月我可以衣食无忧。去了北京以后呢，2-3块钱工资，1000多块钱我要租房子，要和人合租在一个10平米的小房子里。我们好不容易熬过来了，4年以后又是3年，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婚，才能有自己的家？等吧，软软，等等。你不要走好不好？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这样说的，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真的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只要我们在一起，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都量完了吗？对，这边数据我都测量完了，嗯，是准的。嗯，对，都记好了。好。
西北楼呢？哦，那边啊，我们自己去。特大消息，特大消息！妈，我走了。走了。我跟你说，公司要开始做汇报了。咱们不是每年都做汇报吗？这次可不一样。小道消息啊，听说新上任那个周副总裁会在我们汇报的员工中挑选一个秘书。真的？晚上还会有聚餐，这次我要好好表现一下，然后我就可以离开工地，离开地下室，进入总公司啦！太好了，恭喜你！放心，等我进入总公司过后，我也会罩着你，这样你离项目部设计组也进一步。谢娟姐提拔。好说好说，来，东西都给我，今天放你一天假了。哎，你以前不都是天天想偷懒的吗？今天怎么这么勤快？我要好好努力，为这次汇报做准备了。去吧去吧去吧，休息去吧，拜拜。怎么这么着急啊？为什么不等天亮再走啊？哎，这次老爷子病发特别严重，我要赶最早一班飞机回去。把大爷先放出去。哎，Non ti preoccupare, vedrai che tuo padre guarirà. Grazie. 你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哈尼啊。放心吧。Ciao. Ciao. Ciao.箱子给我，差不多我就先上去了。注意安全，叔叔如果好一点的话，早点回来。要真舍不得我，跟我回国呗，啊？哎，给你个机会吻我一下，万一我不回来了。嘿嘿，跟你开玩笑呢，看你脸都吓白了，我走了。就是人生楷模，人生典范。作为一个女人，白手起家创立了星辰。咱祖国呀，有许多建筑，那可都出自星辰呢。哎，那女的，穿白衣服那漂亮姑娘谁呀？哦，那个女的，那女的叫施杰，之前就是周总一秘书，现在人是董事长的秘书了。这么年轻就能做董事长秘书？啊，这人事部啊，女人就是比男人有牌的，何况这么漂亮的女人啊。董事长好，董事长好，各位，这位就是我们的玉董，这位是邱副总裁，这位是周副总裁，侯主任，这位是我们分部的冯总、陆总、葛总，还有那位是张部长。各位很高兴哈，在这里敬你们哈。谢谢董事长，来，谢谢，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董事长。哎，
这两位就是传说中星辰的两朵小花吧？哎，没错没错，先招的是郑薇，最后一个呢是许家的啊，最后啊就招了这两个小姑娘。这以后公司里的单身汉之间又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喽。新来的两个小姑娘是吧？把酒倒满了，敬咱们领导，每个人喝三杯，啊！倒酒啊！女孩子能喝一点酒也是好事呀，这样显得有英气一点。我们星辰的女将要的就是这股子英气。好，少倒点，少倒点，够。那我就敬各位领导一杯。哦。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啊。刘娟，喝喝。那我也代表我们基层的新力量敬各位领导一杯。我平时不太能喝酒。你大学的时候不是挺能喝的吗？多倒点啊，快快。好了好了，那我就敬各位领导一杯。好好好。哎呦，这两个小姑娘都有一点意思啊。好好好好好。周总你好。啊，小黎是吧？嗯。今天在工地表现不错，对项目很认真，对基本情况也很了解。以后前途无量。真的？谢谢周总。那周总我先不打扰您了，您先忙。好，周总再见。再见。 Yes。 喂，来，我们再来喝一杯。喝喝喝，干了啊，干了啊，干了啊，干了，干了。别喝了，你要死啊你。娟儿你回来了。那个，我们娟儿也和大家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不许！你别拦着，我们喝的正高兴呢，是不是？再说了，微微的酒量好得很。哎呀，来满上！哎，哎呀，你别拦着我，别闹了。是不是怕我喝多了乱说话呀？你还想说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啊，我早就已经长大成熟了，再也不像上大学的时候那样。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为什么不让人说话呀？有话就应该说出来。祖宗，你还要说什么呢？说星辰，就说星辰。说说说说。星辰的确为我们国家建设了很多有名的建筑。但是，别但是了。但是星辰的设计概念早就已经落伍了。海湾联排别墅打的是低调奢华有内涵的主题，和之前那个国际村的项目有什么区别？毫无设计感。那是住宅，不一样吧？没错，那是住宅。住宅就意味着要一味的吃老本吗？喂，你给我坐下。坐下。哎，干什么呢你？坐下。坐下。干什么呀？快坐下，坐下。再说了，如果建筑设计变成一味的重复，那为什么要叫建筑设计呢？直接叫建筑重叠不就好了？反正都一样，是吧？那你说，怎么才能不一样呢？打开项目部的大门，大家都用自己的设计作品来竞争，这样才是让星辰吐故纳新的真正的办法。喂喂，再说了，如果只是一味的用一些旧的观念，哪里会有什么进步啊？你很眼熟哎。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周总，不好意思啊。他喝多了，别闹了。是我不对，哥们儿，我自罚一杯。
先干为敬。周总，这杯没人喝过。好，这杯酒我干了。小飞龙，交定你这个朋友了。起得比我还早，心情好呗。哎，我头怎么这么疼啊？今天头疼，我又喝多了。你还知道啊？怎么什么东西激动了呢？昨天发生什么了？啊，昨天简直就是我的受难日，还好不是我的受难日。你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就是过两天我就要离开这个狗窝了。明天我要分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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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喂。喂，是郑薇郑小姐吗？啊，我是。啊，我这里是星辰。喂。喂。喂，你说什么呀？我听不太清楚。我这里是星辰总公司人事部，请您今天下午1点过来一下好吗？啊，不会是要开除我吧？哎，我啊！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郑薇啊，你到公司工地工作已经有3年了吧？嗯。现在公司对你另有安排。啊？不会就因为我喝酒了，你们要开除我吧？哪能啊！来来来，你先坐，先坐，先坐。是给你调职。调职？啊，调去哪儿啊？经理工作部。经理工作部。你很幸运，以后啊就不用去工地工作了。你呢，不光是在经理工作部，而且呢还要担任咱们公司副总裁的秘书。啊，我去当秘书啊？对呀。不是，主任，我是学土木的，我怎么能去做秘书呢？你是不是搞错了呀？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搞错呢？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你看啊，我第一不够耐心，不够细致；第二我不擅长写文章；第三我专业还不对口。我学了4年的土木，3年工地，我都白学白干了。哎，对了，侯主任，其实咱们还有一个同事，他也是学土木工程的，也在工地上。他叫李维军，我觉得其实他比我更适合做秘书，您可以考虑考虑他。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设计师，文秘方面什么都不懂，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考虑到我。因为我需要一个有土木专业知识的秘书，而不只是一个外行的花瓶。周总。周总。对呀，这位就是咱们总公司新来的副总裁周总啊。哦，周总。任何一个大学生在新的工作面前，不懂就要重新学。我做事一向认真，所以我的秘书不好当。按照我的习惯，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不来没关系，我可以给你安排别的工作。喂，哎呀，没有抽了，已经戒了吗？
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铁三角 AHTL 3000的耳机？三千？哎，猴子，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不是有朋友玩电竞的吗？哎，知不知道那个什么铁三角耳机，什么什么 L3000？ 哎，你帮我问问呗。哎，没事儿，贵不是问题，我有钱啊。你帮我问问啊。爸，妈可向我告状了，说你自己偷偷溜出去，差点摔了。哎，明知道自己老了，腿不好用了，还瞎动什么？哎，我给你买了一些保健品啊，好好补补，到时候又可以健步如飞的追的揍我了。儿子，你也老大不小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带回来，让我和你妈也瞧上一眼。我是女朋友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个。能不能好好说话？哎，儿子，这回得听你爸的了啊！赶紧的，给我们俩找一儿媳妇回来，听见了没有？是老婆慢慢选嘛。像我爸呀，一结婚，一辈子都板着脸，委屈我妈一辈子，是吧，妈？嘿，儿子，这话我爱听。真乖，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乖儿子，该你了。文爸，好点没？好也好不哪儿去，说不定哪天啊就翘了。行了，净说这个不吉利的话，就是。不准乱说话！你们这是一个要捏死我，一个要毒死我。对，来，张嘴，接着读。嗯，快来。快张嘴，张嘴。医生已经跟我说了，你爸的癌细胞已经从肝转移到肺了，做手术也没什么用，现在只能靠化疗来维持生命。娟儿，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其实我今天去总公司，是因为周总想让我给他当秘书。哎，你，我知道你肯定会生气的，你先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选上我的，但是我还没答应，你先别生气，要不然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你去。娟儿，我回来了。你吃饭了吗？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你那种总裁秘书才可以吃饭，我们这种小员工不可以啊？你已经知道了。其实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情呢。你想说什么呀？政委，你是不是故意的呀？你明明知道我很想得到这个机会，你却偷偷摸摸去争取。要不是我今天去总公司送资料，我是不是还被蒙在鼓里啊？就让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自己去争取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选中我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这回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我们俩认识了七年，同吃同住了七年，你居然背着我去争取这个职位，你是想告诉我你没有谁信啊？你想说你是踩了狗屎运？
那这个馅饼砸的可真够准。就当我眼瞎了，白跟你做的是几年前。九儿，离开这里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心意已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又漏雨，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帧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轻轻牵手拥抱，透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还是能被你忘掉。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帧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轻轻牵手拥抱，透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唱飘渺，醒来已经不堪